じゃあ。예손다임让我跟你一起分担，让我照顾你跟严老吗？为什么他们偏偏是姐妹？你好，请问秦牧在吗？总监他不在公司，他出去了。我是他的朋友，姓严，麻烦你帮我把这个伞交给他。啊，好的，谢谢啊。不用谢。哎，总监，你朋友给你送了把伞。我朋友，他说他姓严，是位漂亮的小姐。像是曾经的我们，深情拥抱。好，谢谢。不用谢。爱的难舍又难分，曾相爱的光阴，全世界只有两个人，为何一个转身就能变成陌路人？藏在我回忆里的那个人，愿你现在过得幸福安稳。严总，喂，秦墨。哦，刚才下雨了，我去给你送了把伞，你不在，我放在前台了，你记得去拿一下。我知道，谢谢你。最近公司里比较忙，所以我一直在加班。没关系，我也没什么事儿，你忙你的吧。也算对不起，我之前一直没有接你电话，是因为真的没事儿。不过工作也不能太累了，要适当休息一下。这样吧，今天也别加班了，我刚才去超市正好买了挺多东西的，晚上回去吃饭吧。好啊，拜拜。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，让我知道爱一个人会奋不顾身。苏琪走了，我要是他我也走。人家好歹也是千金大小姐啊，她都为你做过些什么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打个电话给她吧。你啊，如果能用对待严嵩的心对待苏琪，你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。好好想想吧，啊。
爱一个人真的有这么难吗？老陈，我来看你来了。这次带来的消息啊，你一定会很高兴。我觉得陈斌还活着，你儿子还活着，他还活着。真的没有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再见到你，可是我到现在还弄不明白，你当初为什么要离开我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这个我不会签的。我们能不能不要承诺彼此了？我折磨你吗？你的意思是这么多年来我在折磨你？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了，求求你，让我走吧。我已经找到我们的孩子严朗，他很乖，特别懂事，长得也很像你。我在他的身上依稀看到你的影子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我所能给他最好最好的。虽然到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弄明白，真的很希望我可以尽快找到答案。洛洛，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会带严朗来看你。遇见我就不孤独。老陈，你最遗憾的事情就是陈斌，我相信一定会找到他的，不论他是什么原因消失，都把他带来见你。陈呐，我一定帮你保住巨翼，保住陈斌。
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这些事你们自己看着办，有什么事再打我电话。好。哎，张总，张总，你找什么呢？张总啊，没事没事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张总，经过调查，幕后真正的设计者叫秦墨，这是照片。果然是他。几年前他突然出现在林轩的医院里，头部重伤，这几年里一直是植物人，却有神秘的医疗费来源，这笔慈善捐助目前还没有查清楚。哦，更可疑的是，秦墨所在的设计工作室目前看起来似乎在欧阳腾的名下。菜已经做好了，秦墨，快到家了吗？等你。让你我找到归宿，我们要的那种幸福，在生命中难得清楚。我们走的这条道路，在坎坷中渴望祝福。说好以后不要再哭，我要用爱让你忍住，风和谷后就会停住，你遇见我就不孤独。说好以后不要再哭，我要用爱让你忍住，风刻骨后就会停住，你遇见我就不孤独。我姐姐不想让严老认她的爸爸，她恨他。我不想再这么痛苦下去，求求你让我走。我看见你未来的路，沉默深处等待幸福，回望岁月尘封的路。秦墨，你和宋武之间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小姐不好意思，有些事情我现在不方便跟你说。等一下，秦墨，如果你要恢复记忆的话，你是不是要跟宋坦白？我不知道你过去是什么样的人，可是宋荣这一路走来真的很不容易。小姐，我真的很感谢你的关心，但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方便告诉你，等以后有机会了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不好意思。秦墨，我要用爱让你忍住，风刻骨后就会停住，你遇见我就不孤独。
对不起啊，那么晚。没事儿，我一不小心就睡着了。估计饭菜都凉了，我去热一下。严肃。严肃，不用麻烦了。没事儿，很快就好了。严朗呢？月月把他接走了。你这几天没回来，他总是问你，他还挺想你的。严肃，先别弄了，我有事要跟你说。边吃边说吧，你肯定也饿了。我想起以前的事了。说什么？我已经恢复记忆了。我不叫秦墨，我的真名叫陈斌，我爸是聚义集团的陈天。你好，严小姐，我叫陈天。这的确是有点突然，不过我还是挺为你高兴的。其实，不管你是陈斌，还是我比较熟悉的秦墨，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。严朗是我跟你姐姐的孩子，石洛是我太太。你在开什么玩笑呢？我跟沈洛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，毕业之后我们就结婚了。在我出事之前没有多久，他提出要跟我离婚，但是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我。说的一切都是真的，张总。怎么还没打通？你这是关机。不能再拖下去了，我们直接去找他。好。
严嵩，你听我说。严嵩，你不要冲动啊！严嵩，你听我说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我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，但这段时间，我对你跟严朗做的一切全都是真心的。对，是真的。你是严朗的爸爸，是抛弃我姐的人，你是我的姐夫，这一切一切都是真的。停车，快停车。陈斌，张叔叔，张总，叫救护车，叫救护车，快点！喂，120吗？啊，我们这儿发生车祸。我知道了，给我准备一份悼词，老家伙的葬礼我还是要去一下的。